是加用一寡时间去了解秋月，你就知影，伊真正是一个真单纯、无心机的查某囡仔。无心机，是你去让伊袂甲戆戆说，所以唔才拢无发觉伊的心机。你现在一定要对我有偏见啦，偷偷去观察伊干袂用的啊！阿姊，我知影你无介意秋月。我有介意，无介意，这拢无重要。对，不管你是唔介意啊，都无重要。重要是我介意，安尼我就够啊。你唔讲话，啊！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我有心啊。啊？你准备要做爸爸？真是的。我以前的代志无这么重要，即摆恁知啊，我先来走。啊，秋月，秋月，秋月，莫救我啦！拄则恁不是讲袂当来叫到你上班？是的，是的，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对你发性子。爸，是不是应该开始准备我甲秋月的婚礼啊？是要怎结啦？现在袂当结啦。我正常都甲你讲。阿多，你含伊八字不合，一讲到结婚，迄就出代志，你袂惊哟？爸，你的意思是讲叫我卖嫁啦？安尼我是要安怎对得起秋月啦？阮囡仔拢会生啊呢？生好啊，继续生啊！你若廖小姐继续安尼，我咧讲一句话，就是袂结婚。爸，大水娘，有话现在来啊！你的目的是？我当然有目的啊！我是希望你啊，帮助主管。阿伯，这是什么条件？你拢要答应？无唔对，这是孙家欠你的。我甲如真讲，完全照你的意思去做。结婚嘛，看一个结婚纪念，这是正常的啊。廖秋啊，伊爱民主啊，咱都民主做好伊嘛，应该应该。哼，原来是安尼哦，莫怪这个人暗中甲我踢球。总算是等到啊，我的幸福。今仔就甲话讲好清楚，无听着，咪当做一了断。你敢阁爱我？我知影答案嘛。秋月，你袂当互打败。就算讲你今仔失败啊、失意啊，什么拢失去啊，什么拢无啊，你嘛永远拢爱会记。人生永远还佫有明仔。爸，你敢真正要帮妈妈孤单一个人？讲了对，我袂当帮你妈妈孤单一个啊！我即卖咧找伊。秋月，秋月，
秋华，你别出来！秋华，你不要理我，你别出来！都是我错，我不应该帮你孤单一个人，面对这么大压力，都是我错。秋华，我是爱你。我是爱你的秋安，一片真心。